说一会儿拍哪儿啊？拍在博物馆里头。嗯，走吧。那再说说右立红，还是说一件老谣吧。对于官复博物馆馆长马未都来说，接受电视媒体的采访似乎早已成了家常便饭，甚至对电视节目的拍摄，他也显得很在行。开始介绍啊，就是介绍这东西怎么来的，不是不介绍这个东西是吗？也得介绍两句。我是冲着哪儿说呢？这是乾隆时期的官窑。我现在脑子一片空白，等会儿咱重来。你这么一晃，五光祥女了。不是从后从前往后跟吧？我一会儿往后退着走。我收藏了很多这样的盒子，一直想出一本书，叫《百盒、千盒、万盒》。在这家新中国第一个私人博物馆里，面对摄像机镜头，马未都讲述着每一件藏品背后的故事，仿佛如数家珍。这件大屏我买了20多年了，我当年买的时候是价格应该在当时是非常贵的，1000多块钱。这个紫檀塔呢，是我在苏富比30周年拍卖会上买来的。这个灯呢也有一段历史，历史上是协和医院第一任院长的藏品。我当时是不可能买得起这张桌子的。在故宫的漱芳斋里有几十件与之类似的家具，除故宫以外我只见这一张。这只椅子呢后来据传是和珅他们家的，因为这写着风光和雅。他特别愿意来了朋友以后听人家请教这个问题，甚至你不知道从何问起的时候，他会给你讲这个柜子这把椅子。我第一次见到他的印象就是此宫其貌不扬，一双小眼睛很诡异。嗯，因为他是北京人嘛，北京人嘛，就是说就是有北京人的那个腔调说话的那种幽默呀。他一定是一个不懂得生活的人，因为他把全部精力全琢磨着他那东西怎么归我，我这东西现在不喜欢了，我怎么给卖出去。他是一个多侧面的人啊，这个甚至在一些形容词上，你可以，有的人可能用这个是褒义，有的人可能是贬义。比如我说他聪明、睿智、有悟性，也可能有人说他狡猾、鸡贼着呢。那比较准确的就是学者、收藏家、鉴赏。正是由于这些不可思议的藏品和充满传奇的收藏故事，长期以来马未都在大多数人眼里一直带着某种神秘的色彩。然而随着参与的电视节目越来越多，他开始走进了公众的视线。马未都说收藏之家具收藏，心解床前明月光。我们先读一首唐诗，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，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这首写进小学课本的诗呢，影响非常非常的广。但这个解释中呢，有一个大谬。李白说的床呢，不是我们睡觉的床，就是一个马扎，古称胡床。我们一会儿从2008年1月1日晚11点开始，很多观众都不约而同地守在电视机旁观看马未都的电视讲座。整整半年时间里，长达41集的系列节目《马未都说收藏》像一阵旋风刮过，为百家讲坛栏目赢得了不菲的收视成绩。站在那么多观众面前，面对镜头就侃侃而谈，而且这个比那个有些历史的那种课不好讲啊，因为他很少有一个贯穿的故事。他不是别人书上说我讲曹操，那谁不知道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，还用你讲？我表述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亲身经历的。在文玩界，在收藏界，他是有自己真东西的。那么北京图书协哈，咱目前已经成功的举办了7届，那今天呢又有3位著名的学者加入到图书形象大使的行列中来，他们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于丹女士、
马未都先生，还有江一鸣先生。让我们热烈掌声欢迎他们。仿佛一夜之间，马未都拥有了大批崇拜者，人们把他的这些粉丝称为马扎。在观众眼里，他是和于丹、易中天等人并驾齐驱的学术明星。马老师百家讲坛讲得那么好，他一定是名人。尤其是百家讲坛以后，大部分时间是抓不着他，因为他压根就不在北京了，啊，就可能出去了，讲座呀，参加签名售书啊等等一系列活动。我别拿江南呗。喂，各位读者注意，别动，别动，都别动。希望大家配合一下。一会儿我们签证的顺序是从这边过的。谢谢您，谢谢您。几本书选好了啊？现在往前走了，往前走了。啊，五本啊，五本。你要能成为一个收藏家，最重要的一个标志是应该你有著书立说。如果仅是你买点东西，我觉得这不能算什么收藏家，就是算个财主吧。这里是北京市东北五环外的南皋路，这座红顶建筑与相连的普通民房相比，虽然显得有些特别，但如果不是立在门口的这个招牌，人们很难想象，在这中日紧闭的大门里面，就是马未都的官复博物馆。可是院子里的氛围却与外面的环境截然不同。从陈设上可以看得出主人的精心布局。墙上的这句话取自老子的名篇《道德经》，馆名“官复”正是由此而来，意思是看了一遍又一遍。我们这个门窗是刻意设计的，留下这道缝，因为大部分人的参观路线都是从我这个方位来的，到这儿先通过这个缝看到了空间的一部分。非常神秘，然后再继续走，走到这门这儿才看到这屋子的全部。我觉得我们展陈的时候必须有一些很新鲜的感觉让人家看到。官复博物馆里分家具馆、陶瓷馆、工艺馆和门窗馆等几个部分，与传统博物馆按照社会发展史顺序陈列展品的简单方式不同，这里的展品是按照传统的室内起居环境布置的，人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古人精致的生活场景。老师一开始在想，我希望博物馆呢亲切，为什么呢？就让你既知道是在博物馆里，又能体会古人的氛围。它是布置成厅堂一样，嗯，一个条案，俩圈椅，中间挂一中堂，我这边是一榻，那边一书案。你就知道，哦，这些是好东西啊。果然呢，它摆在那儿营造了一个氛围，是我想就住在这儿的这样一种感觉。这是我看到最细致的门窗，它的雕刻呢应该说达到了一个极限，它所雕刻的内容也非常丰富。你比如这是我们小说学的课本里就有的曹冲称象，它这有四个字大船称象，象鼻子呢被磕了一块，所以有点像猪。由于雕刻细致，我们都准备了放大镜让客人来观看他的那个雕刻的成就。我想啊，当一个民族生活有如此细致的时候，那就表明了这个民族的生活的信心。我们在兵荒马乱的时候绝对不可能把房子盖成这样，一定是生活富足的时候。这一组门窗都是乾隆时期典型的这个民间作品，尽管是民间作品也做得非常的精彩。啊，是是，不好意思，跑了三个小时。啊，开车过来的是吧？嗯，能见到你就很高兴了。行，你算幸运。嗯，一会儿咱们合个影。最值得看的是什么东西？我觉得您的镇馆之宝。样都是宝。我觉得没看过。我每次去他那博物馆都会对马未都啊感觉到特别的羡慕，觉得他才是一个真正的做了大事儿的人，真的是终极炫耀，就是我们老百姓说臭显摆，这点他也是终极的，没有任何东西实际东西跟他相比的。
这个玩意儿知道是四年的。对。它收藏很多年，就是我还有好多没展。关店当时买是多少？这个当时买的时候几十万吧。在慕名前来参观的游人眼中，这些数量可观、近乎于珍宝的文物古董价值不菲，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财富。很多人也因此对这些财富的积累过程颇感好奇。他的资金的积累还主要是这个文物交易的一个积累。他在最早的时候他要买很多东西，也可能要卖很多东西，不停的被淘汰的。就是一个时候你看到这个觉得特别好，你买回来了，隔了一段时间你看到了跟这个类似更好，可能会你会把这放掉。对，就放掉了，对，就换更好。因为我喜欢文物的时候是文物在2000年以来掉到最低点，甚至还说你是疯子修的这个需要砸烂的东西呢。特便宜啊，在那个北京那个八面槽那儿有一个收购站嘛，他每天他要限量，打个比方说我就限量收200件，排着大队啊，比如罐子可能就是5块钱或者10块钱一个，而且也不用看你是元代是明代的还是清代的，大体保不齐那里边就有元青花大罐呢。我第一次买东西大概是七八年七九年开始花5毛钱1块钱买过瓷器。谁能想到这个东西20-30年之后有这么火的一个收藏市场啊？原来仨瓜俩枣就能买了一点东西，现在居然几万、十几万、上百万了，谁能想得到？上世纪80年代，电视连续剧《编辑部》的故事曾轰动一时，很多人也许并不知道，这部剧的编剧之一就是马未都。剧中的场景能使人们感受到他当时的工作环境。1981年8月20日，因为发表的一篇小说《今夜育儿园》被广泛转载，还在工厂开机床的马未都被破格调入了中国青年出版社。从此，著名作家的圈子里出现了一个笔名为瘦马，并热衷于古玩的文学编辑。因为他那时候很瘦。一听瘦马这个名字嘛，那我们肯定觉得是很有水平的人了啊。古道西风瘦马作家我全都熟，还不是认识，都熟。你像王朔呀，什么刘震云呐、余华呀、莫言呀，那都很熟。这些人那个时候文学很热嘛，很时尚嘛。有一个人你肯定知道，顾城，你知道吗？我跟顾城中心社为我们两个人举行的大型座谈会什么的，我是小说，他是诗歌。只不过就是我没自杀，我要自杀了，我跟顾城一样有名。文学编辑的职位给马未都的收藏带来了变化，不断发表的小说和报告文学所带来的额外稿酬，使他逐渐有能力购买价格较高的古董。很多人都知道这是我买的第一件藏品，当时买的钱是1600块，是我攒了很长时间的钱，准备拿去买彩电的。我放弃了那个彩电，永远的看着它。我说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电视，我天天看着它的变化。很多人觉得这上面没什么变化，你看久了不就是这么挂屏吗？但对我来说，当时的那个诱惑远远的超过彩电对我的诱惑。用1982年北京市普通职工的月平均工资来衡量，马未都为购买这些文物而付出的费用在当时无疑就是巨款。我所有跟我最好的朋友没有一个人喜欢这事，当时都觉得我是一个就不是太正常的人。花钱买这些东西就让他们觉得特心疼。你要知道当时几百块钱那真是钱呐，没有几个人说一个月的固定工资能达到几百块的呀。200块钱买一对椅子，你今天听着真不叫钱，你点个菜就200块就没了，对吧？这个在那个时期呢，可能顶你4个月的工资。当时我手里已经就是就每月可以有几百块钱的收入了。如果我怎么就没有想到那个时候每月拿出500块钱来收点文物呢？
这里是北京玉渊潭公园的东门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不少倒腾古玩的小贩自发地聚集在大门附近摆地摊叫卖。每天早晨上班之前，马未都都会来这里转一转。我就去看，一般情况下一个月两个月可能能买个一件半件的，就不是每天都买，但是每天都要看。那哪儿都看嘛，这个谁家里有藏品他就跑谁家里看，有地摊他也去看。看的过程也是个学习的过程，第一你知道价钱，第二呢你看看有什么新鲜的东西都出现，慢慢对很多东西就了解了。他拿这个东西从这早市上淘换出来，特别想跟人家说，这是很正常的啊。但是没有人因你这事儿觉得你神经病啊。过去旧中国有人说过，就说这个古董啊，喜欢收藏是精神鸦片，就是它像鸦片一样的容易让人家这个上瘾。针对国家文物大量流失的现象，上海市文物管理部门和警方日前开始联手整顿非法文物市场，打击非法。1982年，国务院颁布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。这部法律的出台基本上否定了私人进行文物交易的合法性。不久，各地展开了针对民间文物收藏市场的清理整顿。那阵叫文物贩子，投机倒把买卖文物，几乎都有被拘留和审查的经历，无一例外。当时北京不让卖，北京没有这个市场，天津让卖。当时我去那个天津去看那个天津的早市，那早市上全是，按今天说全是国宝，全是好东西。就在同一个时期哈，上海就叫这个文玩市场，到了天津呢，离着北京近了，就不敢叫这个了，就叫什么呢，叫古物市场。古物到了北京就叫旧货市场。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，国内收藏热开始升温，民间文物交易市场也逐渐开放。随着专业的文物拍卖公司相继挂牌营业，古玩的交易价格也迅速飙升。对于马未都来说，继续按照以往的价格来购买藏品几乎没有任何可能了。文玩界的人他一定是唯利是图，不太清楚。但是他确实可能是原来便宜的买过一些东西，买过一些东西呢，可能有一些呢他看到更好的，那么他这个呢觉得收藏价值不是非常高的，他可能会转让给别人啊，转让给别人嘛呢，他可能是一块钱买的，他就100万他就卖了。过去我们老太说的一句话叫五马换六羊，就是说哎，我卖了几件东西又买了几件，就这么回事，还是这点东西。就您拍卖过来的？对。这画多少钱？哎，你还想知道钱吗？那还要说钱吗？我觉得尽量不说钱了。你要愿意说，我就说一句。反正我觉得说钱老说钱不好，重金就够了嘛。说钱显得挺什么的。在交易过程中，他一定会有小九九，而他的小九九一定是高于别人一筹的。但是有的时候，这个事情做得好像说不得，更炫耀不得。所以说，如果说马未都是个收藏家，是一个古玩商人。我觉得后者并无贬义，这是他成功的一方面。和我一直到了30几岁的时候，我认为做生意是一个非常大的耻辱，就卖东西经商，商人呢，过去是骂人的话。你比如说马未都这人怎么样，人说是个商人，那基本就是骂人了。1990年，已经有10年收藏历史的马未都辞去了公职。从此，瘦马在文学圈内消失了。1993年，当人们在一部热播的电视系列剧《海马歌舞厅》中再次看到马未都的名字时，他的身份已经变成了这部电视剧的总策划人。为什么要拍《海马歌舞厅》？是开了一个《海马歌舞厅》，也是马未都在那儿操办，他就当时笼络了当时最红的一批中青年的作家。成立了一个被号称为中国第一个编剧
工会的一个组织。渴望一播出，明显的看到影视的影响力远远的超过这个文学嘛，那我们就钻进去看。那第二部就是编辑部的故事嘛，编辑部故事一播出一看，这东西不仅是影响力，还能赚钱，就拍了《海马歌舞厅》嘛。我们那时候那钱太容易了，当时那个很多企业拿着钱，就拿着钱要给你，我这钱送给你，让你给拍，而且不要回报。不了解，他这个赚不赚钱，怎么经营的都不了解，没有过问。那时候分了点钱。作为海马歌舞厅的总策划人，马未都同时还担任海马歌舞厅老板、海马影视创作室秘书长等多重职务。虽然在这部40集系列剧长达8个月的拍摄期间，他仅只去过2次拍摄现场，但是他也曾有过从影的经历。他特逗，就是他对我们这一行来讲呢，充满着也有几分神秘。就是因为原来他跟那个王朔呀、冯小刚啊，他们都挺好的嘛，参加一个影视的剧的拍摄，最后他也想票一角，还是导演安排的，让他演一嫖客啊。然后他这进去的时候，他就搞不清楚我这个，他加一提包。等会儿，我是往左手拿还是右边夹着？说那您随便。哦，好。导演说开机，好，开始。哎，等会儿，我这进门是先迈左腿啊，还是先迈右腿啊？啊，最后怎么弄也弄不成了。最后他还要求说那清场吧。虽然海马歌舞厅获得了丰厚的商业回报，但是2年后马未都却又淡出了影视圈。你看我从文学界跑到影视界，从影视界跑出来，我都是从来不回头的，因为我清晰地看出这个门类的颓势。你比如我看出文学界的颓势，看出影视当时的颓势，那我就出来了。我出来我不做这件事，我做别的事情。谢谢大家，今天有这么多领导和朋友。1997年1月18日，位于北京宣武区琉璃厂西街53号的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举行了隆重的开馆仪式。马未都这次出现在公众面前，拥有了一个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全新身份——博物馆馆长。他是这座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私人博物馆的主人。从一个业余文玩爱好者到新中国第一家私人博物馆馆长，马未都用了20年时间。正是从这时起，他得到了一个被文玩界公认的新称谓——收藏家。他的朋友也都开始尊称他为马先生。这是乾隆早期的官窑，磁州窑呢，在我的心目中是非常重的。他的收藏价值连城。您见过要落了这种遗材的？他是京城最早的古玩虫，他的博物馆如同一个文物诊所。这3点都是真的。明天同一时间，请收看人物栏目，收藏界的传奇人物马未都。